机会都被你错过了，是吧？对啊，就是你败下来给他听不就完了吗？我不就是想让他看看我的抒发水平吗？刚才一紧张就忘词儿了。没事儿，远志，这算什么呀？对吧？远志，我们支持你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加油！加油！那我再去重新写一封，现在就去。